Board Strength 非常简单易用。本教程主要讲解问卷的结构。点击前往问卷，展开问卷调查。此屏幕会显示你必须完成的问卷。点击立即开始，着手填写问卷。在点选评分前，请留意右侧的事项。根据过往经验，我们希望这些方面取得良好进展，并有助于您理解问题的所在。勾选你认为有改进空间的事项，前提是你认为这些地方需要改进。做出评级后，你可以写下评论以补充说明你的想法，特别是评级较低的地方，这有助其他人了解得分低的原因。完成页面上的所有问题后，可以继续下一组问题。使用页面底部的黑色按钮执行不同的指令。系统会将你的答案自动储存。除了这典型的问卷结构外，还可能包括只需要评分的问卷，或只需要填写评论的问卷。在问卷的最后一页，你需要按提交按钮。提交问卷后，你将收到确认电邮。此时可把答案导出至 PDF 文档。你也可返回我的问卷页面，按复查答案查看或修改答案。任何变更都将自动储存并提交。我们再次感谢你的参与，希望你喜欢问卷所产生的价值。